有人要吃面吗？我要吃。都辣的。好。椒麻。好。我想要多一点，徐姐姐。我这会怎么接你们的？今天的员工餐尤其的好吃。今天员工餐好。哎，我觉得红烧肉真的很难煮啊。这个不止十八了，还有那么多土豆片。重点是会失败。没关系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总有一天我是会成功的。哎，我好没有勇气尝这个、哦。还可以。呜呼。是什么？土豆。红烧肉。肥肉才是最好吃的。哇哦，看到仙女吃肥肉哎，好喜欢吃肥肉。好吃，好吃，越吃越好吃。嗯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我觉得你成功了。真的吗？独家秘制红烧肉烧饼。你吃不吃？我吃完粉还饿。吃一口都清醒了。可以。准备出发。是这边吗？我看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在前方。状态好多了，是今天这状态好多了，是录看你的状态不算特别好。十一点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我按空格键飞过去了，按个 shift 吧，喷一下也可以。只有你没有事。哇，看起来好有食欲。可以的哈，我觉得这家贵一点。哎呀，这话真的太动听了，真的很好听。